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你，接下来我们接着来玩无情无头。话不多说，这个游戏。签到，签一下。任务量一点，收到新的邮件，超亮一点。免费的礼包，还是免费的礼包，这个推荐累计消耗一排体力，继续啊，一杠七出发。目标是诊所下方。在哪方面能进去呢？这个又要开打了。这样，作战开始。他俩换了。他俩换一换，没有加血的，好险好险，差点挂掉。先发制人啊！好险，放过去一个，完，放过去一个，那怎么办？好险好险，差一点，差一点放过去，但是赢了啊！一杠七完成。还有你说，这个直接扔垃圾箱里头还行。还有女仆，这就看一看呀。这怎么就开机了？还是要关机了？在说什么？这也是个精灵。玛丽，对不起。初始化完成，重启成功。您好，三型智能女仆雷比尼斯为您服务。要开始清扫任务吗，主人？哎，这么喜欢和我一起吗？
护对象。机器人，禁地主只能是人类。人类，雷比尼斯的中枢搭载了一个人类的完整神经系统，这样算是人类吗？我不知道。好奇，你跟我很像，你也要等待指令吗？我们不一样。认同，雷比尼斯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行生成指令，你不具备这种自主性能。得意，作为工具，雷比尼斯更为优秀。呜呼，这具身体损坏严重，寻找维修点，彼岸，一体修复中心。申请，主人，可以出钱修理您最可爱的三型智能女仆吗？玛丽，数据库检索开始，检索完毕。只有主人的记录，是您重要的人吗？需要雷比尼斯帮忙找找他吗？主人看起来有些难过。咖啡需要吗？那是雷比尼斯的自信程序哦，一定会让你开心的。清扫结束，切换至家用模式。智能家用三型女仆雷比尼斯为您服务。昨晚睡得好吗，局长？如果这就是你所希望的，我会去做。谢谢广大讲义小逆还是小逆，最后别忘了点赞关注收藏投币。